吃辣条，吃几包，吃五包，不能吃。老师，你错了，不能说不能吃，就是，你要说知道了。好吧，我们重新来，吃辣条，吃几包，100包，知道了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哎呀，好辣呀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同学们，这次换老师站在第一个。做作业，做几本？100本。白雪，你干什么？糟了，我还以为是吃辣条呢。快点，继续，不能耍赖。好吧，我们做。我写，老师到你了。什么？连我也要写吗？当然了，嘿嘿，老师，你也不能耍赖哦。好吧，我写，我写，我写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，终于写完了，我们继续玩吧。不不不，我可不想写作业了。就是，我们不跟老师玩了。我们继续玩吧，我来开头，开飞船，开几艘？开3艘。小野，你说错了，是4艘。不对，就是3艘。好吧，那你最后一个开。开到了，我开，我开，我开。啊，怎么没有我的飞船呀？大家都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小野，你怎么了？大家都开着飞船走了，只有我没有飞船。什么？开飞船？我也想开，可是就我们两个，怎么玩呀？卤蛋，快来玩游戏啦。安娜，我来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安娜，我要站第一个。不行，你的年纪太小了。不嘛不嘛，我就要站第一个。好吧好吧，卤蛋一定要记得说开飞船哦。我知道了，开飞船，开几艘？开3艘。开到了，我开。啊，大家怎么都不在这儿啊？我要回童话王国。安娜，卤蛋，我们快点再来开飞船，我还要站第一个。哈哈，好，快点开始吧。抓外星人，抓几个？什么外星人？我不抓。小野，不能不抓，抓一个。抓到了，哈哈，是谁要抓我呀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要回家。哈哈，太好玩了，这样的抓鸭子大家玩过吗？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